下一棒轮到第五棒的马修。你意思是说点名是吧？对，点名哦，外野守备练习的话。这个半局左外野手、右外野手都有接到球了。马修上一次打击哦，就是他第一次碰到黄金志，感觉不是很适应。对了，还不知道他的球种。哦。上一次打击是一垒有跑者，结果稍微打挤压到打到一垒的软弱滚地球出去，没有掌握很好的击球点。马修今年。全勤，他没有全勤，有一场闹肚子疼啊，没有出赛。这个球是左外野的飞球，这个球像是变了心的女朋友回不来了 ，home run， goodbye， 马修，今天球季第四号的全垒打了，哇，马修，16场比赛没有全垒打之后，终于第四号的全垒打出炉了，也是黄清志本季被打的第一支的全垒打。杨成炮统一狮队首开纪录先取得点，取得了1-0的领先。嗯，狮头的变化球被掌握到了，因为马修发现他打变化球打得蛮好。对，马修来台湾前3场比赛就打2支全垒打，前8场比赛打3支之后，停产了16场比赛没有全垒打，结果在今晚台南球场打出了个人第四号全垒打。现在只落后给林志升1支了。哦，好，马修的长城炮火，你看啊，这抓到一个偏高的一个滑球，打到台南棒球场外野第2层看台上面去。